对你啊。光还利息是多少？5000。错，是28000。不是吧？是啊，全香港的银行债主都是这么算的。负利率吗？负利率知不知道是什么？不好再说。现在我就告诉你什么是负利率，听着，就是利加利。天天算，明白吗？明白了。那28000？没有。没有。我再给你个机会，警力局，一个现役警务人员，如果政府知道他欠财务公司钱又不还，有什么后果？别答错了，答错要罚你。革职。革职，这么容易还是你答？革职人人都知道了，是没有了福利，没有退休金，没有了长俸，一辈子吃自己，知道吗？怕不怕？你又没钱还，行不行？答错，来罚了。哦，我想做个实验。我想研究物质的坚硬程度，大家比较一下，看你的头硬呢还是玻璃瓶硬。这题我不答。那我做代课喽。我答。还想爽一点，我没时间。真的是头硬啊。个人同心，心传忠义，既结为兄弟，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，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，关二爷保佑。说话。当警察这么久，从没试过不拜关公就处罚。不是我们不拜，是处长不让我们拜的。东九楼那边呢，听说送走关公的第二天呢，就立刻出事了。喂，是不是官塘地铁站两位同事被疯子砍的那件事？就是那件喽。有个同事被砍掉了3根手指啊，现在已经成残废了啊。不是吧，早知道学杨上司信耶稣了。总之今天我们出去巡逻的时候都要机灵一点啊。是的，没有关公的时候，东九龙破了一个偷车集团，阻止了一件金行抢劫案，这算好还是不好呢？能不能给我解释？有没有关公都一样要做的。不管怎么样，打起精神站好这班岗。知道。钱呢？
些废物挡着我，好，我就跟你们玩玩。有没有搞错？这叫我怎么开车的？是啊，太过分了，敢挑战警察！这真好玩啊！飞我，好，好，好！你越急，我就越开心，越过瘾！好，跟你们玩把刺激的。你们这些臭乌龟！有没有人受伤？没事没事。来，我来帮你。打不开啊！电台机动部队警长26316，我们在 B 发道3号货舱外面有交通意外。有没有人受伤？没有，但是车门暂时打不开，请立刻派人来支援。老大。是在搜集证物，盯上什么？4号海洛因。内地身份证，可能是中港毒品交易，有人想黑吃黑，交给这个客。是。找到的钱和证物交给重案组，这里由我们接手。我们撤退。知道。
自己登录这个网站看看。这短片放上网不到一个钟头，已经有10万人浏览过了。现在全香港，甚至全世界都知道我们机动部队栽了。我们在市民心目中建立的形象，不用一天就全完了。长官，我是第一小队的警长，这件事我应该负责。长官，森有责任，我也有责任。你们明白吗？现在不是追究责任的问题。我知道这是个意外。上级也知道，处长也知道。我是希望你们好好检讨，以后不能再发生同类事件。你们可以继续巡逻，但是出去后，可能有人会指指点点，你们自己机灵一点，不要再做损害机动部队形象的事。还有，那份报告，拜托写得好一点。明白了。明白了。肥堂，又怎么了？我老大在那边等你呢。我说过有钱就还给他了，你不要缠着我了，我要回家了。喂，老大说你不见他，他就跟嫂子谈了。他在哪儿啊？这个地方就对了。这里没有胡子，要带点胡子，带点胡子就像了，知道吗？你也是，你看那边。这点胡子啊，要加颜色，这里不加颜色就不像了。陪他走啊！就在这里，咦，你画得很像啊！啊？主角大，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的主角胖叔叔。欢迎欢迎欢迎。你想怎么样啊？提高知名度就搞社区活动喽。别耍我了。来来来，我们再给胖叔叔一些掌声。看清楚他的样子，你们说你们画的像不像啊？像。那看我画的像不像啊？老师画的像。但是你画的不太像哦。把头抬起来让大家看，有胡子的是不是啊？你们知不知道为什么要画胖叔叔啊？不知道。想不想知道原因？想。那我们玩问答游戏了。公民教育题，如果欠人钱不还，对不对？不对。那借了人钱不还又对不对呢？不对。你们答得对啊，胖叔叔就是欠人钱不还，他对不对呢？不对。不对啊。熊哥，说了好不好？你不还钱呢，我就作秀喽。大家知不知道啊？原来胖叔叔是名警察，借钱不还钱的警察，是好警察还是坏警察？坏警察。原来这个小坏警察是跟大家住在同一社区里，而我们作为良好公民，有没有责任告诉大家？不要学他。有。这就对了，你们记住他的样子，以后不要学他，知不知道？明白吗？明白。老师，我想问他叫什么名字？问得好。但是根据香港的隐私条例呢，我们不能把他的名字说出来，不然我们就会犯法，会被人抓的，知道吗？就是大家以后要认住他的样子。我们对坏警察说再见。再见，喂，老婆。阿唐，我留了汤给你。好，今晚警局有案子要办。不回来睡了。
够不够啊？今晚会起风。老婆，今天有没有在楼下看见什么？看见了，你上台了吗？老婆，我在九东城颐和园别墅租了个房间，我有点事要做，这几天我不回来了啊。我存了3000块在你户头里。老婆，不用了啊。我买完机票就剩这么多了，我和儿子去美国，跟我妈一起住。你不要走啊，老婆。你去哪儿啊，老婆？我上飞机之前再打电话给你。不要扔下我啊，老婆，老婆，老婆。你们今天负责的是佐敦道和宝仁街区，那儿有很多盗窃和入屋情节，要多巡逻附近几座大厦天台和后楼梯。长官，上级指示。刚刚收到命令，一二小队都不用巡逻。啊！现在立刻去重案组，那儿有人替你们录口供。什么事啊，长官？昨天货仓的案子有部分赃款不见了，是不是我们小队被人怀疑？不光是你们，所有到过现场的人都要接受调查。哎，真是祸不单行啊！就是没拜关公喽。是，就是。长官，昨天我们依足程序做事，所有钱和证物都交给了重案组。我信你们。但是上头下了命令，大家要照做。如果你们是清白的，就不用担心。监守自盗是很严重的罪行，上头非常重视这个案子，你们要尽量配合重案组的调查工作，明白吗？明白，明白。昨天你们几点离开案发现场的？16:30，之后由你们重案组接手。你们在案发现场捡了多少赃款？不知道，钱我们没有点算过。除了机动部队之外，还有没有其他同事接触过那些钱？你们重案组了，见证科都已经拿回去化验了。你们这一队的人有没有谁很手紧或者欠人钱呢？人家私人的事我不清楚。钱什么时候丢的？今早。你发现的？是阿和。有什么头绪？没有。你真的没话问我？认识你这么久，我知道你的为人。我不是要教你做事，不过有些事要按规矩做，不然你要负责的。你任何时候都帮兄弟，从警校到现在都是。我们认识有20年了，你很久没有带阿芬跟我们吃饭了。大家都忙嘛。阿芬跟孩子怎么样？还好。最近看见你老低着头，好像有很多心事，是不是输了钱，有经济压力？有什么要帮忙，尽管说话。不用了，我自己能搞定。有事别闷在心里头。妈，擦过屁股。我不做事，你就不出现。财经题，昨天恒指升多少点？好像100多点。300点啊！你不还钱是吧？我没有钱买，少赚10几万。老大，只有5万。明天再给5万。喂，我还了5万了。你超低能啊！发利息吗？全香港债主和银行都是这么做的了。怎么，你不愿意啊？来，向他投诉。警官，武安警官，警官，警官，武安警官。阿唐，什么事？没什么，问线索。有没有什么要帮忙？没有，
我也要警官。公民题，如果我们要维持良好警民关系，我们是不是应该怎么做呢？当然是有空请警官喝茶，请警察喝茶了。去吧。是老大。奶茶咖啡。真的没什么要帮吗？没有，我跟肥汤是好朋友，怎么会有事呢？是吧？波学迪，什么叫做万般带不走，唯有夜随身呢？就好像我跟警官那样喽，抓了我三次，三次我都能脱罪，抓不到我就死盯着我喽，明白吗？桂林兄，只要你做非法的事，我永远都会抓你。谢谢警官的教训，只要你当警察，我就还会做非法的事。退役，跟着我。把他逼死为止。是，老大，知道了。三，丢赃款的事你怎么看？有很多可能性，可能是人为的疏忽，可能运送途中有意外，当然，不排除有自己同事一时贪心偷了。如果真有同事偷，你会怀疑谁？到过现场的都有嫌疑。阿唐呢？他跟我们一样，都有嫌疑。今天我巡逻的时候，看见他鬼鬼祟祟拿钱给桂立雄。你怀疑他？桂立雄放高利贷，唐哥又喜欢赌，他欠桂立雄的钱一点也不奇怪。他欠人钱，不等于他偷过钱，是两回事。当一个人没有了钱，走投无路，如果突然之间有堆钱摆在他面前，你说他会不会起歪念？那天他在现场看着那堆钱的样子，你也见到了。这不代表什么，只是你的推测，没有证据。我知道，你相信他。我不是信他，我希望不是他。我不会乱怀疑自己的同事。明白，但如果真是他呢？你会怎么办？我是一名警察，如果我知道我身边的人犯了法，我会执行警务人员的职责，把他拘捕，让他受到法律的制裁。十三、十四连营，两千，三号独营三千，还有没有啊？没有了，就这么多。中了会有二十几万，可以叫你老大扣账了啊！再说吧。喂，是，收到。颐和园别墅啊，走。关公保佑啊，保佑我十三号跑第一，十四号跑第二，保佑我独营联营都中，保佑保佑，关公保佑啊，保佑。那个死警察埋了这么久，毛都没中过，还怕啊？哇，这什么地方这么臭啊，过去走快点吧。
耍我们呀？系委官，他刚才明明什么？听得着了，你们赶快是关于天六随时预备起步。一起步的时候，金星飞出来了，相当的快，杨明统帅也不慢，接上来的，我们看见是中国智取。咱们什么时候找他做？快！千里马还有特举之心，前面依然是杨明统帅，金星紧紧地跟着他。上被人拿走也不知道，不行，这跟做贼有什么分别啊？犯情都没了，但我借他的，有钱再还不就行了？以后啊，别告诉他们我住在这儿。刚才不好意思，哎，我以后知道了，放心，放心。喂，什么事啊？哦，几个潮州人住了五六天了，整天进进出出的，我怕他们跑了，所以先收他们房钱喽。多少钱？我给。啊，你给啊？啊，同乡吗？有什么关系？对不对？200块一天，1000块。啊。但是他们未必还给你啊。哎，无所谓了，四海之内皆兄弟，什么都计较，怎么会有朋友啊？是不是？不用了，我没有。你不要再烦我们了。我去做事，做事了。我跟你，哎，同乡嘛，不用客气了。再见了，同乡。喂。以前你在广州一个月赚多少钱？600块左右。跟了我以后呢？哇，太多了，多的我一辈子都赚不到。谢谢江哥。满意吗？满意。人最重要是满足，有时候得的太多未必是一件好事。嗯，我很简单，有钱让我买几部车就行了。做兄弟呢，最重要是坦白。如果钱方面有什么问题，或者有其他的事，可以开门见山跟我说。如果不说，后果会很严重。明白吗？明白。有什么跟我说的？没有。这两天你休息一下。等阿元有消息之后，我们再动手。知道。三。
我来这里，什么事？为什么打你？我们是朋友，你打我一定有原因。说什么原因？你自己做过什么你自己最清楚。记不记得在警校你跟我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？你说你很喜欢当警察，一辈子都要当警察。我再问你一次，喜不喜欢当警察？我喜欢，我喜欢。太辛苦了，认认真真做个好警察。叫大块追吗？稀里糊涂的。知道了，老板。喂，雷警官，怎么样？这么巧啊！警官吴恩，有什么要帮忙的？喂，肥婆，咖啡，有什么要帮忙？不用说，公务员我一定会照顾的。不要入息证明，不用抵押，总之给我本人证影印，30分钟马上批。他欠你多少钱？你说哪个他？林堂欠你多少钱？魏警官，隐私条例我不能说。欠你多少？你帮他还。数目不小啊，说，狗兄弟，全部加起来50万，你怎么帮他还？现金、支票、自动转账？他本来欠你多少？本来欠我多少，我哪记得？那算算喽。我们财务公司的合法利率呢，大概是5厘左右，负利率计算。哎，数学题啊。喂，警官问我数学题，你回答林堂欠多少。不好意思啊，最近太忙了不记得，手下回答你。老大，差不多45万吧。45万？你别耍花样，他还欠你多少我加20%，我帮他还。哦，玩问责制。够兄弟，但是我是债权人，我不赞成这个和解方案，行不行啊？根据香港基本法，你欠债就要还钱，你是警务人员，应该懂得这条法律。他没有钱还，可以找我，可以欠我，但不能跑啊。我作为债权人呢，可以向法院申请追他还钱，再不然他就申请破产喽。但是有一点，身为警务人员申请破产，而警队又知道他欠一大笔债，随时不能升职，要进黑名单，被人革职喽，没有了长俸，没有了退休金，没有了福利。你有没有跟他说清楚啊？如果你是他好兄弟呢，应该跟他说清楚，不是问我。走了，再聊一会儿吧。不聊了。再见，警官。再见，警官。头儿，头儿，平安无事了。对呀，好了。今早发现的。怎么找这些钱的？不知道谁大意，把钱掉在柜子缝里，扫上清洁大神扫出来的。虽然关公搬走了，但是同样保佑我们。这次真是走运。
不过上头说会继续查这案子的。钱都找到了，还查他干什么？我看上头怕有人故意把钱放在这儿吧。查到是谁不更糟？可不是，但是至少不是我们重案组，不用背黑锅。别管了，做好自己的事。啊，知道了，知道，开饭。堂哥，哎，熊哥，来这里干什么？没什么，来做人口普查吗？哦，你们警局有多少人？我们公司想搞推广活动，优惠请警察，只要是你们的人即借即批，不但有赠品，还有最优惠利率减两厘。什么是最优惠利率？金融题，这也不知道。熊哥，你想怎么样？你别耍我了。我没有耍你啊，我是让你长知识，没有求知欲。最优惠利率是银行提供给客户的最低借贷率，明白吗？哎，正好这两个家伙一定没钱。丁哥，熊哥，你想干什么啊？我还能干什么？我真的没有啊。我知道你没有，就上门找生意喽，这也错啊？丁哥，不，你别拦住啊！我现在找钱看医生，都是你这个混蛋找人吓唬我。我没有啊，没有，我眼睛瞎了。你的朋友李永森啊，他昨天到我公司恐吓我，问我你欠我多少钱，叫我给他个折扣，还说帮你还，了不起呀、啊？你也知道。你朋友是机动部队的吗？块又大又凶，搞得我很怕。我刚刚看完心理医生，医生说我可能得了惊恐症，要长期吃药控制病情，你明白吗？药理问题，全香港最贵的药是什么药？就是我吃的那种精神科药物喽，每颗几十块呢。我没钱怎么看医生买药吃啊？没有药吃我就控制不了病情，到时候发作还不知道会做出什么呢？这都是你搞出来的。你帮不帮我，熊哥？我怎么帮你啊？难道我现在带你进去问他们借不借钱啊？你难做，你难做，我会发作的，惊恐症发作会死人的。你说怎么样就怎么样喽？这是你说的，我说怎么样怎么样。现在欠我多少？连本带利再加20%，就这么简单。20%？你要我多给你几十万？数学题你答的最快的就是这次，这次算少了。那警务人员恐吓我，我告上法庭，香港收几十万，在外国可能收几百亿呢。就这么决定。话说回来，如果这个姓李的是自愿找我讲价呢，我要恭喜你了，他真把你当好朋友。你是烂泥他也肯服，如果是你叫他来找我的呢，我肯定你会有麻烦，不许再要下一次。不是只有警务人员能找我们聊天的，我这种良好市民一样可以找处长聊天的。走。闭路电视，森，我要合理的解释。长官，为什么我要解释？根据这段录影，你有盗窃赃款的嫌疑。我在自己的储物柜拿自己的钱，有什么问题？为什么有这么多钱在储物柜？我们不是朝九晚五，有时候来不及去银行存钱。怎么会有几万块钱在身上？长官，前几天有个朋友还钱给我，这两天没去银行，所以放在储物柜。森，我希望你不要有事隐瞒。没有。好，我信。录影带也证明不了什么，我不会交给上头。
谢谢长官。但是你要有心理准备，上头可能会继续查。明白。三哥刚回来就被叫走了，不知道什么事啊？听七仔说，好像跟丢赃款的事有关。是吗？啊，这么严重啊？钱不是找到了吗？上面说还要查。都怪三哥了，他不让我们拜关公，现在连自己都有麻烦了。你们是你们，我们是我们，我们不更无辜？可不是。对吧？你觉得被我们连累了，那你觉得是三哥做的了？哎，我没这么说。你没这么说，但你有这么想啊？你怎么这么说呀？够了。可以出发。是。三，我想问问你，黄长官跟你说了些什么？没什么特别的。他们是不是怀疑你跟丢赃款的案子有关？钱不会无缘无故的出来，一定有人做过。我知道你肯定不会说，但我还是要问。是不是你帮阿汤？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帮自己同事是对的，但你现在是妨碍司法公正，值得吗？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。三，你是一名警察，你说过，如果你知道是谁做的，你会执行警务人员的职责拘捕他。你撒谎。佩仪，事情没有你想象的那么严重，我只是帮帮朋友。我怕你会付出很大的代价。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。森，我希望你没事。没问题吧？喂，
您真准时，走了才来。刚才那边有抢劫。阿石，喂，拿什么去了？没什么，去拿包烟。喂，哎，老乡，哎，这么巧啊！啊，喂，一条大眼鱼，不新鲜不要啊！薄片呢，猪大肠，也来一点，再来一瓶啤酒。好，马上来。这一顿呢，我请，应该请你们的。喂，我们不习惯要被人请啊。哎，都是老乡嘛。嘿嘿嘿，哎，怎么喜欢玩赛车？我喜欢飙车。啊，我也行啊。你也行？嗯，83年那届啊，澳门都王洋大赛12个圈，我的第5啊。吹什么牛啊，我还可以说我参加过格兰披治呢。那一年谁是冠军？是德国车手舍德，他开的宝马一道直路就甩开几个车位，根本就追不上。那届我们香港吕米高得第3，我很差，得了第5。你现在还有没玩？10岁了，玩这个很花钱，年轻玩过就算了嘛。你现在这样子，有钱也没法参加了。啊，你别这么说我。告诉你，那天啊，我不小心头撞伤了，我一只手撞了方向盘，一只手抱着头啊，没问题。吹得这么牛，是不是真的？喂，有空飙一次？随时都行。啊，怎么称呼？好，阿唐。大家都叫我肥唐。哦，唐哥，干哪行的？以前做保安，最近刚刚失业，所以就到公寓住了。哎，是是是是。你们不像香港人呐。哦，我们从内地来旅游的，再玩几天就走了。哦，肥唐，有钱吃东西，没钱还呢。好。
朋友呢？你喜欢飙车那个呢？他有事要办，先走了。好，现在去哪儿啊？是不是回公寓？是。好，没问题，三分钟。先不回去，啊！麻烦你送我们去一下文慧街。没问题。朋友吗？先答一条数学题，全香港700万人，竟然能让我碰见你，机会率是多少？不会，不会，不会，就是700万分之一喽。下一题，什么人最该答？是不是我？你说的。说，你钱什么？把你糗事说出来。欠人钱怎么了？欠人钱不还。是啊，欠人钱不还。还有呢？到处怎么样？到处藏。到处藏就该打喽。有警察。那怎么样？吓唬我？不是。用警察吓唬我，我就在你同事面前数抄你。喂。在逃，文慧街有枪战，有同事受重伤，快点回来啊！嗯，马上来。上面三楼是一个地下钱庄，昨晚有民嫌遇到山镇，谁知道黑吃黑，一下子全抢走了。这些人抢走钱之后，冲下准备上接应贼车的时候，正好碰到一个机动部队警员，双方开火，警员中了几枪，现在还没脱离危险。喂，为什么打人啊？他又问什么？左东在文慧街听到枪声，要求支援。我昨晚做了什么？你说你昨晚跟人拼酒拼了一晚了？哦，是啊。那现场还发现什么？除了弹壳之外，没有其他的发现。我注意收消息，有事打给我。好的。他还没醒吧？是啊，他现在怎么样啊？佩仪，小姐怎么样？中了三枪，大量失血，现在还没有度过危险期。他需不需要输血啊？干脆把所有的同事都叫过来，看谁的血型适合他。
捐血给他。不要着急，有需要医院会通知我们。现在嫂子怎么样了？她精神很差，刚才在这儿坐了很久，现在回家休息。刚才处长也来看过小杰，他说小杰很英勇。大家记住，我们现在面对的是一帮悍匪，以后很有可能会碰见他们，大家一定要小心。我真的很想现在就出去抓他们。急也没有用，我们要配合整个警队的搜捕工作。我们现在的主要任务是坚守岗位。现在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了？你们是强匪，为什么带我去抢劫？我被你们害死了。不知道为什么你昨天晕了，但是我们也没扔下你啊。我欠人钱，被人打晕了吗？你欠人很多钱吗？不关你们的事。你们是贼，你们是贼啊！胖子，够了。不要冲动，有话慢慢说嘛。我现在马上走，跟你们在一起一定别吵架。长，你知道那么多事，信不信我一枪打死你啊？老大，你放过我。我们也想帮你，我可以给你100万。因为现在我们很需要一个车手，你非常适合。事情完了以后，你就可以有100万。你叫我去抢劫？我怕有钱也没命享受，不被人打死也会被警察通缉，我宁愿欠人家钱。你只负责开车，我保证你没事。你保证？到时候子弹乒乒乓乓的，你能保证谁啊你？我们是拜关二爷的，兄弟的命就是自己的命，我说能保就能保。其实我们不是你想的那种打家劫舍的贼，我们劫的是不义之财，杀的都是死有余辜。我们几个从内地来，做过2件案，第一件是中港毒品交易，钱我们拿了，毒品全部都扔了，因为我们不想他毒害我们国家，毒害我们军人。我们在货仓外面碰见警察，我们只是开枪吓吓他们，没有杀他们。因为我们在内地也是公安。那上一件呢？那个是地下钱庄，我们抢劫他是不想他搞乱我们国家的经济。那个警察呢？你怎么开枪杀他？他不是死有余辜吗？警察是我杀的，生死关头当然要报自己的命了。2天后我们会抢劫偷运国宝的走私客，我给你1天的时间考虑，你不答应也无所谓，我们不会杀你。平安无事啊，平安无事啊，关二爷，关二爷，你保佑我，保佑我，关二爷，我回去多烧几炷香给你，你保佑他平安无事。
一定要保佑他呀，关二爷，关二爷，保佑我，保佑我，关二爷，保佑他平安无事啊！我回去多上几炷香。他，曾，你跟小杰很熟吗？不是，我给他录口供。其他同事呢？他们有事啊。小杰还没醒，你怎么给他录口供？哦，啊，搞错了，我先走了。他为什么一个普通机动部队的同事受伤，你会这么紧张？没有啊。刚才我看见你在门口又拜又唠唠叨叨，什么事？大家都是同事嘛。知不知道每年有多少同事进医院？你有没有看过他们？他是不是有什么事？没有。我先走了。好，好。真叫那胖子开车？只有两天时间，我没时间找别人了。江哥，你也会开车，为什么不自己开？我们要的是一个车手，他的工作不但要会开车，还要在发生危险的时候帮我们逃走，保证我们的安全。如果他不答应，那就干掉他，最多那件事我们不做。部署了那么久，不做多亏啊。那没办法，每个岗位每个环节都不能错，少一个人就是少一个人，不能勉强。这个死胖子，我注意他很久了，他很受人影响，而且他欠人家那笔账还不小，我觉得他应该会走。那倒是，一百万谁不动心？那一百万我们分，事情完了以后他也得死。大家留意一下档案里面的人，有没有人认识他？这不是左的桂立雄吗？专门放高利贷的。没错，他叫桂立雄，真名陈耀雄。前天警匪枪战的那件案子，现场附近的道路摄录机拍到他们曾经出现过。现在重案组到处找他，他一直都在左敦。阿森佩仪，你们小队今天负责左敦，你们巡逻的时候留意一下，看他在不在。知道。他是关键人物，能不能抓到那些悍匪可能都要靠他。我希望你们有办法把他找出来。有问题吗？没有。十分钟后出发。是是是。叫第二小队，收到，请讲。我们一行就位，现在京巴黎行街天台做高空巡逻。收到，我们也在附近巡逻，继续保持联络。收到。你在哪儿？军医间。桂立雄在你前面路口三点钟位置。从大厦冲下来向你开枪的那三个，他们开了多少枪？很多。有没有贼车在下面接应他们？有辆私家车在路边等着。之前看见
佐敦的桂立雄跟车里边的那个人吵。监察路面交通情况的闭路电视也拍到桂立雄出来，我们现在到处在找他。就是说匪徒一共有四个，一个负责开车。应该是，我记得跟桂立雄吵的那个人，他胖胖的。胖胖的还有什么特征啊？我只看见他的后背。那个人你认识吗？不认识。你听见他们吵，有没有听见他们吵什么？当时距离很远，我听不清楚，我只是看见他们吵，吵着吵着就打起来了。阿伦，嗯，把所有胖胖的跟桂立雄有关的全找出来。知道。你觉得怎么样？在现场出现胖胖的那个，我觉得可能是阿唐。为什么你每次都怀疑是警务人员？我也是照推测。阿唐跟桂立雄最近走得很近，你也知道。认识桂立雄胖胖的，少说也有十几个。打电话给阿唐，约他出来谈谈。没人接。我也希望不是他，但是要尽快把他找出来。熊哥，飞腾，你现在厉害了，我被你搞得要到处躲了。喂，不关我的事啊。你那些朋友真的劲爆，你以后有好日子过了。你想怎么样啊？没什么，约你出来跟你聊几句喽。搞成这样还有什么好说的？你现在知法犯法，你要敢不出来，我立刻举报你。老大，小哥，最近有钱了？弄个电影题，哪部戏的主角兵是他，贼也是他？吴京呢？还是准，有感觉吧？说你自己嘛。付了多少？我看报纸说有500万。上次他们去抢劫，我不知道啊。这么曲折，你不知道怎么不抓他？问个法律问题。我那天找你收钱，正巧被我碰到那些警察，又碰到了匪徒，你认为我有没有法律责任？应该没有。可不是吗？我干嘛要怕那些警察？你知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躲开那些警察？又是因为你喽。一个不小心我被警察找到，抓了我，我一定把你供出来，到时候你也死定了。你怎么报恩？哪有钱报恩啊？我当然知道你没有了，你的朋友有吗？我根本不认识他们。我不知道，我只看你在车里等他们，这也叫不认识？下次什么时候动手？你不说话就是有了，这就容易了，他一定会分给你的。我这个人不贪心，我要50万，加上你欠我那50万，整数100万。那如果没有钱到我手上，你肥汤名字会上头条的。自我保护题，怎样才能做个不死的匪徒？我教教你。你那些朋友发案的时候呢，你第一时间躲到后面，有什么事你死了我一分钱都没有。机灵点儿。
张志杰，经过两天的抢救，终于脱离危险期，情况由危殆转为严重。警方的重案组探员已经及时到医院为他录取口供。谢谢关公保佑，谢谢关公保佑，谢谢关公保佑。他醒了，认出我就糟了，会一辈子被警方通缉。救活也是死，救不活也是死。阿和，有没有看见唐？唐哥，我们也在找他，他一天一夜没出现了。有什么要帮忙？不用，我们找他好了。好啊，谢谢。现在怎么办？我们再找找。真的可能要跟上头说了。我做。个人同心，心怀忠义，既结为兄弟，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，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，望二爷保佑。好，出发。老大，那边安排好了。嗯。啊，一会儿有东西给你。我不拿钱啊，你说会保护我的。你只负责开车，还要开灯啊！开灯，出发。他们也不用全部杀了他们，警察也不会一个一个杀死他们，这跟土匪有什么分别？先下手为强，一定要这么做。电台呼叫第一小队，请讲。刚刚有人报警，听到有开枪声，地址是渡船街的货仓，你们过去查一查。收到，我们马上过去。传皮弹衣，知道。知道。老大，还有五分钟就到了。阿唐。去拿钱，阿唐，去拿钱。我们去对付警察。
那些警察都是我的朋友，他们个个都想我好，个个都想帮我，我怎么能这样对他们？为什么会搞成这样？我做错了什么？现在该怎么办？我应该怎么做？警察这条路是我自己选的，我该走哪条路？什么事啊？又来借钱了？西九龙重案组第二队林堂警长，我要找程耀雄先生。别等，干什么？上次的事证实不关我事了，踩场子。法律题，香港法律规定，最高的放债利息是多少？不知道，还放什么高利贷啊？我告诉你吧。香港法律规定，放债年息超过60厘就是犯法。你借钱给我，是多少利息？不记得了。我记得，你亲口说的，是80厘。实物题，这张什么？就知道问别人问题，自己又不读书。这张是警察的拘捕令。陈耀雄先生。我现在正式拘捕你，你涉嫌违反放债人条例，用年息超过60厘放债。现在不是势必要你说，但是你所说的将来会用来做呈堂证供。你耍花样是吧？我一定指证你。不用麻烦你了，我自己说了。我还参加了警队的自动申报欠债计划，警队会帮我重组债务。走吧，走。纪委，焦律师。把堂哥借钱记录让他仔细分析。长官，恭喜你，谢谢长官。长这边，向左向右转，注意，
向右看齐，向前看，敬礼。处长好，了解我们的心意。你还说快上香吧，走啊，快走啊！快点，快点，好。三，谢谢你。快上头炷香啊！不用了。关公也好，什么神佛都好，都是保佑人们心安理得。记着，什么事都要靠自己。你说是不是？是不是？